看，现在降到20.5了，刚刚标准值20。在这个节目里，我们会尝试从各个箱型物中逃脱。今天我们要测试的是车厢。为了做这个实验，我去借了一座山头，挖了一个大坑。你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所在地是一个3米高的大坑。待会我们会把车从这个走道开下来，接着用我们准备好的一卡车土往这个洞里倒，把我们全部盖住，然后观察每一个环节，看看这些环节跟你原本想象的一不一样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开发，我在讲什么？被发现略为紧张。我们现在开车进去大坑里了。我先介绍一下车上的设备：饼干、水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我们有一支这个车内空气含量显示器，现在是20.7，这个数值越低就是越危险。那我们车上有准备气瓶，对，二级头，待会进去之后气不够，我们就会用这个吸。这个大概可以支撑我们40分钟。我们有做一些暗号啦，如果我们长按喇叭超过20秒，就代表他们直接破土来救我们。那我们每隔几分钟就要去按喇叭提示一下，说我们是安全的。你要不要试一下喇叭有没有关系？你先试试看。可以，喇叭是 OK 的。好，现在可以倒土了。呜呼！有点刺激耶！有点刺激耶！有屁了！有！Oh my god！ 他现在已经在撞击窗户了。你看这边有点惊悚了，已经拍不出外面了，黑黑的，好惊悚，没有坐在这种环境里过，真的。我们这个其实算是低配版本啦，对，因为他们把这种挖过的土倒下来，那个土本身应该还是比较偏松，对对，真正的土石流可能更硬，里面还有更多石头，石头那种大颗，对不对？你看现在降到20.5了，刚刚标准值二十。暂停！你 DV 挂了啦 ，DV 直接被土压爆了，玻璃已经碎了。Oh my god！ 来，我把它顶着。你，我要先顶着，因为它有点下陷了。可以吗？空气含量剩是20了。我们这样慢慢丢土，前面都撑不住呢。对啊。我操！车顶要下线了。无线电测试，听到请回答 over。我操！听到请回答 over。我没有信号。听到请回答 over。为什么没有继续倒土的声音了？还是其实我们已经在下面听不到了？我们已经在下面，而且现在完全没有收讯了。你看，真的，完全是没收讯的。现在19.3。我们等18的时候开始破。好。你看啦，这个越来越下面了。没有啦，这个是垫子而已啊。钢板看起来撑得住。钢板凹下来。我们已经一只 DV 被压住，动弹不得，应该坏了。对。好，来，我们刚刚进来前讨论要测试什么？喇叭测试过了嘛？对。门啊，车子为什么一直叫？因为破热。那你赶快把它关掉。被它过热闷住，盖起来。好，首先等等，好安静哦，而且玻璃一直在碎的声音。这个前面已经撑不住。这是什么声音？就是它的压力已经要压进来了。你说窗户啊？对，它一直在下陷，你看。你看我们看。首先，开车冲出去应该是不可能了吧？不可能，它都过热了嘛。对，那个排气管已经被淹住了，而且现在开太危险了，你现在动一下，整个它就会塌下来。那我，回应他们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击破后面的车窗，开始尝试逃生。急迫器，好，我
觉得急迫可能蛮危险的，土会不会喷出来？我急样啊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没有反应啊。那你拿铲子吐一下。没有，它有掉掉掉掉掉。我操！你看这个土都这么硬的，何况那个土石流。我们这个也是土，真的从山上挖的土啊，土铲挖的。土铲挖的。哦，哎，你要小心哎，我觉得头有一点昏哎，你要不要吸一些那个啊？吸一下。对，我觉得头有一点昏了。真的都会头晕呢，而且我发现不能一次全挖，因为它会整个掉下来，所以我先挖一个洞。这个椅子有办法往前推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来，我来。嗯。哎呦，这么快就看到洞了，那他们埋得很浅呢。其实你这样有洞，我们等于就可以挖洞出去啦。我放一点气。哎，它空气含量到18之后不太掉哎。没有，因为刚刚你有放啊。我们要挖到够够，挖到那个洞够大。对，其实还蛮容易的，就是热了点而已。哦，挖通之后就很舒服哎。对，这个气流有没有？现在空气含量又回到19了。我以为会掉很多土进来耶，实际上你看也没掉多少土，后车厢30%都没用到吧，就可以把叠在车上的土给弄掉了耶。应该差不多可以出去了。你要爬爬看吗？我先拍你，可以吗？哎、欸。太浅了，嘉高。那你进去，我再帮你填一次。没机会啦，你这个车窗都破了。先让实际挖土的人分享一下有什么心得，直接讲。心得就是很恐惧，就是暗的被关起来那种感觉。你真心有恐惧哦？有啊，但是我在挖的时候看到有一束光的时候，我心里有一个希望了，觉得就不用那么可怕了。我老实说，可能我真的太常把自己关在这种密闭空间。哦。我一开始只有担心说车体会不会被压垮。压垮我担心的也不是压到我自己，我可以为了节目牺牲，我担心的是没有办法继续拍这个节目。对了，还好没有压垮。还好，那没有压垮就没什么问题了，剩下就是花时间挖土出来而已嘛。对对， OK， 那以上就是土石流活埋的实测，给大家参考，记得车上要放急迫器跟小铲子。小铲子，对，很重要。再放一点战斗饼干。对对对对，喷一点水啊，手电筒也很重要。好。